到这。是在11月13、15号这个周末举行一个基督徒的婚宴为主题的营会。我们的面向的对象呢，
所以你在守望稳定聚会的学生或者老师，可以来向我们报名。报名的方式呢，第一个是如果你已经参加学生的谈天小组，就直接部长你报名。如果你没有，现在还没有参加任何的小组，但是你如果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组长，或者你认识校园部的同工，你都可以通过我们来报名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你现在已经毕业了，但是你对这个组有不报名，报名我们今天是13号下午4:15在龙泽城铁的出口，大家记住。然后回程呢是星期天15号下午的大概4左右回来，大概是这样。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，以便我们尽快统计人数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最后还是唱那个副歌。黄河地方，我要跟随主，跟随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。指望耶稣引导，我愿跟随主。跟随跟随，跟随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。无论黄河地方，我愿跟随主，跟随跟随，我愿跟随耶稣。指望耶稣引导，我愿跟随主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父的，直到。